Hello，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日要讲嘅系 Moon 听嘅呢个《趁你旅行时搬走》呢首歌咧，因为佢如果原曲嘅钢琴，我觉得啲 chord 都几复杂下。今日就做一个somehow叫做简单版嘅吉他 version 俾大家可以玩到呢首歌。如果大家对佢嘅 chord 啊系好困惑，或者觉得市面上上网揾到嘅谱未系太过玩到嘅时候。好，事不宜迟 ，intro。我可能 pattern 咧，我都系求其教两个，咁就大家自己玩啦。最主要系讲 chord 今次。咁 intro 咧 ，C 啦，我哋要夹 capo one 啊，佢系 C sharp key 嘅，唔系 sorry 系 G sharp key 或者叫 A flat key 啦。所以我哋夹 capo one 就可以玩 G key 啦 ，G key 就比较简单啲。OK， 第一个 chord C chord。呢首歌嘅 C chord 基本上大部分都用 C major 7会有 mood 啲啊。major 7咧就系 C chord， 唔要只食字。我俾个 pattern 大家先。如果两拍咧，我会第一下咧 T 二三，将手指公、中指、食指。咁就手指公就喺个 base 度啦，睇你咩 chord 啦，譬如 C chord 个 base 喺第五线啦。咁食指同埋sorry， 你唔系食指，系中指同无名指就喺一二线。第一下咧，我就三条一齐勾，跟住个 M 拍就落只食指，跟住咧 two 咧就落中指，跟住 M 拍就落食指 ，T 二三一二一系啦。所谓嘅 T 一二三其实讲手指 ，T 系手指公，一系食指，二系中指，三系无名指。T 三一二一，咁我照走啦。我中意变个 major seven， 好似有 mood 啲。C minor 啦，咁呢个巴克就哇自己练啦，冇咩好讲啊先啦。咁 A minor 我好中意用 A minor seven 啊。其实呢首歌全部加晒七咧，就会正啦。仲有 D chord， 咁就系一个小小嘅 intro 制咯。咁 D chord 咧？可以用呢个 D chord 都好听，就复杂啲，就将个 C chord 吞过两格，呢好似 D 十一唔知乜嘢，系 OK， 咁我继续落去咯。其实我头一开头其实攞一下都好听，其实 G major seven 咧 ，G major seven 咧。食指第六线第三格，中指第二线第三格，尾指无名指第三四线嘅第四格。跟住咧，其余嘅第五线同埋第一线空弦咧，我哋唔可以弹响佢，所以我自己会用只食，我用只食指轻轻 high 住、掂住、瞄咗。咁所以勾弦咧，变相咧，本身如果你三只手指系摆喺一二三线咧，我会将佢升高，比如二三四线，我只可以弹我揿咗嗰啲弦。所以就，其实我讨厌搬家。好啦 ，B seven 咧就系、是、嗱，如果普通 B seven 咧，如果巴 chord 就系咁揿啊，咁我唔讲巴 chord， 我 open chord 咧，中指第五线第二格，食指第四线第一格，无名指第三线第二格，尾指第一线第二格。咁咧，如果要按 D sharp 咧，就系、是、唔要只中指。将个 base 放喺第四线，其实就系按 D sharp 啦。其实我讨厌搬家，跟住下一个咧就是 G on B， 同埋咧我想讲少少嘢就系勾弦咧，如果勾低音啲，我自己个人觉得好听啲，所以我好多时咧啲手指会下低个三个手指会上咗二三四线嘅。系，所以大家可能如果你放喺一二三线弹出嚟嘅声同我有少少唔同。咁第二个巴咧，就我哋喺第四拍转 G on B， 咁就咧变咗咁啦。我哋头先嘅 pattern 系咁啊 ，T 三一二一，咁我会咧落三一。如果我有第三拍需要继续勾嘅，我会。跟住咧转第四拍转 chord 咧，我会 T 二三啦，又系 T 二三一，系啦。G on B 咧，我自己勾弦会中意咁样揿嘅，中指第五线第二格，尾指第二线第三格，跟住我净系勾中间嗰四条线。无奈这几晚你
咁 D7 咧就食我唔个个 call 就自己查啦，就我打出嚟啊，因为呢啲 call 比较基本。D7 咧就一定要落翻下四线啲手指，你见我头先一直都勾中间嗰几条嘅，因为我觉得低音好听啲，但系 D 就冇办法啦，就落翻啦。跟住咧，其实我大家如果想要呢份谱可以 IG inbox 我，呢个系我拎咗上网嗰份嚟改嘅，由 G May 7啦。其实我最不潇洒。好啦。F sharp minus 7 flat 5，大家唔好见到个 chord 个名就有啲拗晒底，但其实好易揿啊，就系将个 A minor 食指第二线第一格，中指无名指第三四线嘅第二格，跟住咧手指公夹住第六线嘅第二格，咁呢个就系叫 F sharp minus 7 flat 5啦，全部弦都可以弹，系啊，咁但系我仍然都系勾个 bass 同埋第二三四线，所以呢个效果就变咗。其实我最不潇洒，要加速啦。但是闷，先一半首歌有英文。因为咧，成日咧一播歌跟住弹咧就冇盈利啦，所以咧容许我一跟大家走一次，我就大家可能要听我唱啦，辛苦啲。仍怀念。中手挽手，船头花洒。咁咧，我要再强调咧，我执嘅 chord 未必 exactly 系原曲嘅 chord 啦，但系就纯粹个声啱啦，咁大家就可以玩啦。咁呢度咧，呢个和弦象好好听，我觉得第一个 E minor 啦，跟住又系头先个 B seven on D sharp 啦，就系啦。就是我刚才讲过了，我用了不同的手型，刚才 B7 但是不要最顶的嘛，其实一样，我用了其他手指按的，那我不再讲多次了，那就勾最下得个四条，那 D minor on D E minor 7 on D 呢，我就会将无名指放在第一线第三格，我用这个声，手指公就弹第四线四三二一线，咁呢个就系 E minor 7啊，呢个 G 音系E 嘅七音啊，唔系 sorry 系 E minor 嘅七音。OK， 跟住再下一个咧就比较辛苦啦，下一个咧系 A on C sharp， 咁咧 A 就系食指巴住二三四线嘅第二格，跟住无名指笃落去个 C sharp 度，咁呢个声我系啊，就跟住弹中间嗰四条弦。如果大家觉得呢个动作实在太困难咧，你哋可能用 A7 啦。我觉得效果都还好嘅，我试一次用 A7 啦。仍怀念，梦幻中手挽手，船头花洒，就会咁嘅声咯。A 我 C 加咗少少唔同啦，但系都通嘅。何必叫我声电最后没完啊？你都放过一马吧，系咯 ，sus four 位 D sus four 就系揿个 D chord， 但系加只尾指第一线第三格。咁通常咧，我呢个 chord 虽然只中指咧第一线第二格唔使揿都响咧，但我通常会揿埋，因为打后通常都会伴随一个还原，变翻普通 D。咁你还原嗰时就咁放嗰只尾指就得。哦，头先都未讲四拍 pattern 啦。如果四拍咧，譬如头先有个四拍嘅 C minor 啦，我就会 T 三一二一三一二一，系啦。我很想，我快离分手，一串低拍有时很丑，再亲你，再放大界还有裂过。跟住，星将我带走，要讲快啲啊！如果唔系，好啦 ，A minor 7 flat 5其实就系食指第四线第一格，中指第二线第一格，跟住欧中勾四，就系 A minor 7 flat 5啦。哇，咁又成十分钟，我要讲快啲，咁我够啦。就要将整个哦，就第一次刚刚出发搬走。要找紧这个，要找紧这个通讯口，留到尾开拍讲嘢，不断
发现低八度唔系好唱啦。害怕怕共你不出的兵器没法收。OK， 咁我夹走咯。跟住呢度我可能咧就会扫卡。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E and a， 戴上过你的手铐，但后段仍不肯收。多温馨也试过，但代价是自由。的那细节现在已不等到一点以后，等到不死后，你见好多时候都自带声，啊，但系 C 麦啦唔好，因为佢怪声嚟。去的时候，我很想高贵地分手，结束低态有时很丑，才趁你。好啦，而家两拍个 chord 咧，我通常就会 one e and a two e and a three and a four e， 咁中等啊，带走哒哒哒不休，我吹出太阳流半身，但看见你合照，为何突发内疚？好啦 ，D sharp 咧其实就系 E flat 啦 ，E flat 咧。如果用巴克撳咧，大家都可能覺得好乞人憎，所以OK，Capo One，OK， 呢個係二 flat， 佢其實係第六格啦，但係 Capo One 所以好似第七格咁。所以咧，易啲嘅方法係將個 C chord 吞過第四格，跟住加只 major 第一線嘅第二、三、第六格。總之佢同只無名指平排嘅，加第一線。咁呢個就係二 flat 啦，唔好彈第六線咯，第六線唔響。所以咧，头先就系来内疚。其实嗱，跟住呢一段 bridge 咧，好啦，我教大家一个呢一段咧，一定要抢拍嘅，如果唔系会唔啱 feel 嘅。所以咧，我哋试下咯。E minor seven one one and a two e one e and a two e。Three and four and 啊，我会用呢个 pattern 咯。E minor seven 咧，可能呢个 voice 会好听啲。我又用咗个简单嘅 minor seven。大家可以学下一个 chord 叫 C on D 啦，其实可以呢个 C on D 嘅声音可以当佢系 D sus four 咁用。其实同埋佢呢个好易揿就系我瞄住顶嗰两条线啦，跟住净系揿食指喺第二线第一格就已经系 C on D 啦。加翻两只会变 D seven， 咁就系咁咯。所以呢段要抢拍咯。大家去练下呢个 pattern 几好用嘅唱法，跟住后边又变翻正啦。原谅我经已半价。G seven on B 咧，其实就系中指第五线第二格，食指第一线第一格，就五线做 base 咯。C major 石含泪再抢救，哎呢、這个含泪再抢救。写错咗，我改翻 G on B 先。你哋睇嗰份谱应该啱晒。OK， 有失优雅，失。谁又要问过专家 ？C sharp minor seven five 咧系闪电手啊。食指第五线第四格。无名指第三 ，sorry， 第五线冇讲错，第四无名指第四线第几格嚟？第五格，中指，哇！我啲
脑残，突然间中指第三线嘅第四格，无尾指第二线嘅第五格，弹中间有四条 C sharp minor seven。若要分，我想简化。我本身谂住好 hea 咁样录个教学，点知都录咗十五分钟。咁俾大家，如果对啲曲有混淆嘅，就可以用呢个玩一玩咯。要谱可以 IG 问 D M 问我咯，因为我觉得呢首歌佢原曲编曲嘅曲系有啲困难嘅。但系我觉得呢个 version 我应该啲声全部都啱声噶啦，大家可以舒服唱到。咁今日就讲到呢度啦。中意呢条片嘅记得俾 like 啊，可以订阅埋我 channel， 揿埋钟仔，咁我有新片同直播你就收到通知啊。另外会员功能开启咗啦，呢个 Patreon 会员同埋 YouTube 会员咧都可以享有我嘅 Google Drive 里面有我执过所有嘅谱，包括呢份谱。系啦，咁就系咯 ，follow 埋 IG 咯，就系咁样。有咩想学就可以下低留言问啦，想学吉他或者钢琴伴奏。都可以 IG inbox 我，就係咁荃灣上堂完。